讲到变体苗，明仔载开始，自全国将近130万名各高中生伫家己学校内面就采取预防针。啊，若无伫学校做呢，卖使家己上这个1922平台去登记。啊，做完变体有甚物款注意的所在？医生提醒讲，要自进前一天一定要好好啊休困。啊，做了有甚物副作用？有可能你住的所在红会肿会痛，还是讲人会神叨叨、软膏膏、头壳会痛，等等有这款症头。部分青少年会出现较罕见的心肌炎，炎过这个几率敢若万分之一。啊，人若真正无爽快，上济会使请三天的疫苗假。台湾又起来准备要注疫苗，明仔全国要130万位各中高中生要注 BNT 疫苗，就惊家长伤烦恼，医生特别呼吁，注射前一天一定要让学生好好休困。前一天休息好，那当天打针的时候要坐着打，不要站着打哦，啊可以喝几口水。注射之前要维持正常作息，注射了嘛无鼓励做激烈运动。医生讲第一剂 BNT 副作用上就发生注射部位会红会痛，或者是规身躯会痛、头壳痛。筋麻酸痛，甚至胃肝冰白等等的症头，唔过几工来就会消失。啊，那发烧干那杂派几率，主要还是急性的过敏了、啊、哈，有急性过敏休克。那我们最担心的还是心肌炎，心肌炎大概7到10天之内会发生。哦，所以7到10天之内，如果有觉得有心肌炎的症状，那就要去看一下医生。12岁以上的青少年做 BNT 可能会发生心肌炎，若是伫注射了14天出现心坎痛、呼吸变紧的喘、心跳无规律等等相关的症头，爱赶紧去医生看。家长唔免伤烦恼，因为发生几率较无万分之一，后续嘛会当恢复正常。身体若真正无爽快，上济会使请3天的疫苗假。就算注疫苗，也是有可能发生突破性的感染。提醒学生，也是要维持较常洗手的挂嘴安，千万唔通把防疫放松。